大厅那时候又什么一样，不逢随处走走看，走走看看能看到什么东西。要到那个专属，这是什么基本上的这个线索。哎，一直接长，百分之十五都什么都一个长的小姐。善良的欺骗，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毫。我不害怕人，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。